软到离谱的，对，软到舒芙蕾大豆贝，这听起来太厉害了，对呀、啊。其实看着这个名字，我差点想去买舒芙蕾。哎，这摸起来真的真的好舒服哦，哎，超舒服的耶！对天发誓，我没有摸过，怎么会这么好难形容哦？它就是很像你说舒芙蕾，可是它又很有弹性，但它弹性又不是很硬，就是它摸起来。很厉害耶！你可不可以讲话啊？你是不是想睡觉？你是想睡觉？这个继艾草贝之后再创下新高，我觉得这已经是哎、欸，而且它这个好贴心哦，它有这个就是棉被的那个四角，然后它的保暖不会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厚重的被子，因为它是大豆纤维，大家知道植物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纤维都会呼吸，所以其实用大豆纤维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夯，就是因为它吸湿排汗的功能很强，就是你就算是在冷气房你盖的时候，它不仅保暖，然后它又不会让你暖到想要把它踢掉，然后它的材质真的是灰熊的舒服呢，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很舒服，这个就是没有人碰到会不爱的，嗯，我觉得真的你一摸到你就会立刻想要买，因为这真的太舒服了，是软到离谱的舒芙蕾大豆贝，就是非常的轻盈，而且非常的 Q 弹，然后它一样是200到230，所以其实它是有点 king size 的。对，就是你不会跟你的另外一半，就算同盖一张被子都不会，就是让对方冷到。所以其实你不用用被套啊，你直接盖也可以。然后这一个被子是可以洗脱烘，用低温烘都没有问题的。